大家好，我是雷暴。今天哇，又是 Vlog ABC 的第五个，不知道到多少天了啦 ，OK。如果你们还不懂我要拍什么、做什么的朋友呢，来你们看第一集。还在这边，哎，现在已经两点了啦，就距离我上片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我就看到所有观众你们的留言里面选了 A B C， 哇，这是我真的意料有点错误了啦。不过不用紧，武器是带好的。至于你们选的那个东西要规定是哪一个的话呢，等我再偷偷给你们讲，不然他在我隔壁很难玩。不通不通，快打多一点，不要观众会讲我肚腩了，快打多一点，打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也是要多看啊，好像也是出 daily vlog， 看来压力大了嘛，所以我们要多看他的。打多一点，快打多一点。OK， 我打多一点，我打。没有打，不是打头，是因为打头打多一点。OK， 现在刚刚拍完了 UK 影片，轮子哥也加入我们。看到吗？我这几个看到吗？对，统计下来，观众选的最多答案就是 B， 不能说挑战。只要在这个 vlog 里面，他们四个人讲到你、我、他这三个字的话了，他们就中招了。哎，你们知道了啦。现在应该不会先打先，因为没带到武器下来。等一下再继续 ，OK？ 很无辜的啦，艾哥。现在我们就在车上来一小段先，还没有开始，一小段就打你中间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 content 我一不拍的时候，他们一定给我上场用力的。content 啊，我是领导。帮厨啊！好像不是我拍，是什么呀？我也搞不清楚嘞喂。下来这里拍东西啊！我的这个 vlog 呢，不可以再不拍啊！再不拍下去就要晚上了，然后晚上呢要睡觉了。我可以叫什么喝？南国冰沙。好喝吗？我不懂，电影。开始了，我看。你的东西中了。我总是中不了，讲到一句话，这我就不懂了啦。这个，我没想到第一个跟我开包是 UB 耶，大力哦！哎，观众不要讲我玩不起他这盘，大力。要讲玩不起啊！你看，你们把 UB 逼疯啊，现在是你们做的啊，该叫我睡了。啊，你叫水呗，中国没有叫水。打特聊，王哥，你们拍那个什么特的，你打私下的我不懂啊。你别以为女生也是可以被放过哦，只是小弟点爆哦。没有见你，我见你啊，我的头就爆了。给我看着我。一个眼神吧。你看到他没事吗？哎呀，你要打我就讲。没有啦，你要至少你要等中了还打的吗？没有中我都不要打，是不是？他摄影师打双，打他跟你讲打。哈哈哈结果自己啊，讲真的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叫闹懒的老板的，打一个晚上，结果被反击打回来，那是蠢啊！哎，哦，这么晚了，变成我被打，哎，你好了哦，哇，王奶奶啊，鸡蛋糕，我你这样摆在那里，我也不想拍好啊，妈，怎么不 A B C？ 什么玩？啊？现在哦，没有主题啊，有给包装，看没见？哎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！很蠢了，蠢到我没话讲。先拍他们的口袋先了，要拍东西了。喂，现在我就来离题离题一下啦，我们要做要会做人一下啦。我们来那个丹麦一靠谱丹麦的这个天天酸奶店来看，老板免费请我们吃 ice cream 啊，我们虽然吃到一半的话，我们谢谢老板，老板他谢谢 ，thank you。也有，谢谢你的请客。老大，你最喜欢这个？这个，我喜欢芒果，芒果。啊？我啊？讲啊，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好吃啊。啊，我知道啊，你看，歪掉。歪。他们两个吃，我们不要对啊。再吃多一次，他们被撞。不、哦，好吃到。没有歪鱼歪鱼，你们两个吃好吗？吃好吗？香蕉船。你呢？吃好不好？香蕉船。分哪个？两个都喜欢。为什么两个都喜欢？两个都好吃。
你要假假打我们是吗？你要躲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？真的坐我们这有点难，你们看刚才前面就懂了。我坐我们反正是我，反正是我自己被坐了。你看我都不懂那肯定是坐自己还是坐我们的，哇啦嘞！哎，这是坐来给我们卡的，知道吧 ？I see, I see， 我知道不会讲什么啊，大概懂。给来，我们去旁边。我开心有人。我。OK， 现在你们三个听好啊！现在只有剩下你们三个人玩吧。小杨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已经没有在内了。还有我没有，我打老板了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现在我就来休息一下，因为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，Ecogalia 这边的，他们讲有一个 fair， 就来给你们看看一下这边的 fair 有多美丽。哇，有天幕那边呢。先拿一杯茶，给一杯洗吧吧，可以啦。有没有？我们这种是讲心的，不讲钱的。好了 ，steady 吗 ？Yes，steady，steady。我视野这边，给你们看到这里的风景。走走走，我们来 vlog vlog 秋一秋哇，还有鱿鱼游戏耶喂。Hello。好啦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真的什么东西到我们手上啊？一定给我们玩惨掉，180的这种，没钱了。门不要乱用，哦你们好啦，不是我们啦。Yeah， 刚刚他们呢就在我家拍了他们的 content， 讲点话。我猜到，因为我猜到。真的吗？真的？真的？如果猜到你恐崩对嘛，你错的话你再给我打嘞，知道？来后面跟我讲。Yuki 猜到林董今天玩的是你们的。哇，怎么真的像明星吗？太明显。真的吗？我老哎，可是还是打一下。因为我们猜到的都是福利。OK， 福利。妈的，我真的。觉得我拍的肯定是反被他们做了喂，现在我脑震荡啊，很多小鸟哦。再来，家里猜到了吗？我拍的东西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是没有吗？是啊，所以你要猜对象，我们两个都猜对了。他猜到而已。不可以讲模拟他。怎么我们每个都懂啊？真的没？我乱乱猜耶。怎么啊？怎么？怎么？怎么？我中了，你们每个猜对都中我一塔，中了每个，哇，累死呀！现在，我给你们猜，我给你心，哇，我讲话的样子我能接，我休息一下先，给我打到脸上。你没有疯的，你这么走回打，我都没打你，你是今天是走回打。对啊，今天你们选择的 B 呢，不能说呢，就到这边了。反正我觉得人家是我自己作为自己这样子。明天 vlog A B C 呢，因为如果 follow 我 IG 的人知道我都是睡觉是面讲的嘛。OK， 关于情侣的话，你们会想看哪一种？有三个选择啊 ：A， 情侣默契考验 ；B， 情侣爆料 ；C， 情侣问答题。OK， 所以我就等你们的答案，明天一样的。一个小时以内，如果哪个答案多，就拍哪一个。我们明天再见。哇，我头很痛，忘记搞不到，拜拜。